输哎。Corner 有一个机会，他说我们没有大师，我们只有牧师，因为这是一支以基督教为主的球队哦，所以。各投进了5记三分球，而且都是出手九次。啊，双方在第一节的团队助攻数也是相当的高。太客气了，再给到小丽出手短，递给了苏伟。Corner 有一个机会，他说我们没有大师，我们只有牧师，因为这是一支以基督教为主的球队哦，所以。比尔，认真工作，不要再滑手机发限动了，好吗？比尔，手机放下，专心回到比赛中，快点。防守之后。这个转移球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国王队的 Ryan 教练要喊出暂停了。莫伦斯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些情绪。那前一场面对梦想做争执哦，哇，对，在莫伦斯身上情绪真的是崩掉了，哇。转移球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国王队的 Ryan 教练要喊出暂停了。莫伦斯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些情绪。那前一场面对梦想家的比赛呢，也是因为他的情绪呢，让战局有所翻转。是，哇，阿明现在跟他做争执哦，哇，对，在莫伦斯身上情绪真的是崩掉了，哇，感觉是直接走人了、啊，哇，这个。对于在主场的粉丝上面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啊。